嘿，这个动作是不是超有趣啊？想知道怎么做到的吗？首先，在上飞机前把南瓜藏起来，进入游戏后重回出生岛，找到呀刚刚藏起来的南瓜，只留一个在背包里面，然后扔出这一个南瓜。当你的游戏角色出现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哎，恭喜你成功了。搞笑且傻屌的一幕就出现了，比如这样的，这样的，甚至还有这个样子的。这莫不是传说中的万蛇拆心手？嘿嘿，这姿势啊，你还别说，越看越像练瑜伽的 super 面筋人。嗯哼，前面有个小瓜皮，刚好试一下。Oh no！ 我去，算了算了，这玩意儿不能开镜。哎呦我去！在子弹出膛的一瞬间，通过急速的抖动让子弹进行拐弯，这就是高手。我和子奔从小就骨骼惊奇，非同凡人，这一般人他是都没有这种缩骨功的。哎，不错嘛，还有 AW 嘛。又来人了，还有个伏地魔。哎妈，这大菠萝朝天随缘枪法差点就给我弄凉凉了。啊，赶紧打个药准备掐机了。哎呦我去，Nice， 有兴趣的小伙伴记得去尝试一下哟。